小美人鱼林允在与小鲜肉孙威龙恋情风波后，近日现身机场，一件白红相间羽绒服，搭配几身小脚裤，一双运动鞋，配上黑色棒球帽，运动感十足。不过这寒冬脸露出的脚踝也是让一众粉丝为允儿的身体担忧啊，要注意保暖哟。而当日允儿喜笑颜开，似乎心情超好，不时嘟嘴聊发，热情挥手，小脸也显得红扑又圆润，看来并没有受到恋情风波的影响呢。可能是因为工作安排，当日林允要搭乘北京至土耳其的航班，小女神和一行助理来到机场柜台换取外币，在排队途中，童心未泯的允儿还不时拿出小猫图案的卡通护照夹把玩，低头专注的模样简直是爱不释手。随后呆萌行至柜台前换美元，不过迷糊的允儿似乎不太清楚需要换取多少，频频回头跟工作人员交流，紧握着小手微微侧头的样子乖巧又可爱，一头披肩长发淑女范十足，如此娇俏的小美人，难不成真是从童话世界里偷跑出来的？